OK， 我们现在到民宿，只是我们进不去。那个喵喵守护我。来，这个喵喵在这里。谢谢。我来到第一餐，我要去吃早餐。骑半天。谢谢啊，那个早餐店没有给我扛棒，看不到。是的，那扛棒是什么？金马国剧。什么东西？现在这里没有半个斑马线，我走不过去。同学以外，你看一下我们的机车先停在学校前面。啊，这是学校吗？好像不是学校。应该是吧。啊，等一下到门口再给你们看。我们现在到台东第一站，那什么凌晨早午早餐工厂。豆浆大杯的，然后这是我的小杯奶茶，出入牧场的鲜奶、啊、重点是这两杯大小不是一样吗？好好笑。我的锅烧意面那个啊，其实是很普通的锅烧意面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安博的，来，敏真是 Amy 的部分， Amy 推真心推荐这个，那我是这个，然后搭配这两杯。我们现在在山上，谢谢。你看我这一位安全帽还没脱，很忙，真的很忙。我们开始跑山，我快吓死。这里的路真的是还好，没什么车，今天没什么人。对。OK， 我们等下进去里面看看。我们现在停完车，终于停完了。现在就是要。现在准备去看牛。逛一下牛。牛吗？那前面那一只是牛吗？不是牛吗？不然是马、欸、还有只金色的、欸、是假的，金色的假牛，假牛，谢谢。然后给你们看我们这样猫狼，猫谢谢，请叫猫狼。 OK， 然后都是产名鸟叫。现在买等等动物要吃的零品红萝卜。 OK，然后这里是马儿，马儿的部分。哎呀，那个白色好可爱，这个黑色呢？妈妈，嗨，妈妈。熊马 ，sorry， 等我一下。他很饿，他真的，他在看着你。我真的不太会开这种包装。Hello。哎，他是说不可以喂牛跟兔子。对，不能喂牛跟红萝卜，不能喂牛跟兔子。哦，哎、欸，他的咀嚼声音很大声哎。你确耶？今天是正开直播哎。嗯，你照样。他很痒。OK， 我们换另外一只。再去。父母。哎、欸、哎，他咬我头上。不会不会。等一下，兄弟。哎呦哎呦。兄弟，你的技巧好一点。
那个白色。OK， 换一只。这个是初入喂养员。有点太臭，对不起。OK， 我们来去下一站。哎，一坐腰呢，一直看着你。OK， 我们在下个地方。小羊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喂我吃红萝卜。羊是的呀。羊是的。那个票我没有需要拿。那个票是拿发票用的。嗯、应该不用吧？不用，我们就发票。OK。哇、wow。你在打架？哇哇哇！哇OMG， 那个花草场超级大。你会从那里拉上来大概半小时。那干脆先不要了。我们现在到牛区。牛区。戴口罩，遮不住那个牛屎味。我们出入的鲜乳都从他们身上。谢谢，来，我们来让各位看一下你们喝的牛奶是从哪里出来。好，来这里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牛牛？就是它，它挤出来的。还有那个黄部分。我的妈！谢谢。小插曲。风太大。谢谢带。飞走，谢谢。来，现在高山。
奶爸很晃，这些很晃，看一下这间到底卖什么。还是我们就吃冰淇淋。景点，对，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景点，就是出入牧场。我们现在已经玩到一点多、哦，现在是、啊、没电了，没电了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应该是一点多吧，看一下时间，差不多一点，对，1:45。对，我们要准备下山了。下山出口，出口，山上停下溪。好山好水好风景啊！是的。阿姆哥也是这样。非常。然后我们准备跟他们拜拜了。还有这只金牛的部分，再见。哎、欸，要摸，哎、欸，给摸一下，怎么摸啊？星期，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四吧。四。用牛角摸三下。摸三下，来摸一下。一、二、三 ，OK。辛苦了。摸摸得好运，发财牛，荷兰牛。OK， 我慢慢下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那个天空好蓝哦、喔欸，很漂亮哎、欸。OMG。哎、欸，台东的天空真的很漂亮。对啊。啊 ，OK， 等一下换我坐蔡徐的车，不是蔡徐，蔡 Amber。换他坐车，换他骑车，换我坐车。是的，马儿。OK、欸。哎，这里马儿，拜拜。对，很多啊，因为马比较多吃草吧。拜拜。OK。下山。准备下山。天空很漂亮，你可以带上去。哎，今天天空不能蓝。台东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快热死了。大家还记得多带防晒。是的。要多涂。OK。我们沿路上见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买晚餐回来民宿吃那个台东正气观光夜市。正气路啊，正气路观光夜市，有很多像是什么什么东山鸭头啊，什么啊，你们就自己去看，蛮多吃的。OK， 跟他介绍一下来，这个可以买肉圆，买一那个什么一口霸王，一口肉圆。8颗，可以买综合的，还有虾仁什么肉的，还有两另外两种口味，今天没有卖。然后这盒那个粤式凉拌面，这个东西黑黑的这个 ，no， 章鱼烧 ，no， 这坨黑黑的，这个在假，这个东山鸭头。拜托买150就好，不要买那么多，太多了。然后这个鸡排，鸡排跟那个鱿鱼，你们二选一就好，不要。那我建议选鸡排，因为鱿鱼130。对，北河，你回去夜市，回去你们自己的夜市吃还比较好吃。OK，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，现在已经9:49。我们准备要去还车。对。然后。等一下，应该是去看电影。离开这间民宿，叫理想家。还有这个猫猫，还有这个，来，带来这只猫猫，好可爱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一站见，拜。我们现在到台东的秀泰，啊，这里根本就。还没开店，人家11才开耶。对啊。然后现在才9:00。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这两个准备要热死了。我们现在住下去。啊，不然那要星巴克啦。对。对啊。我们先去避难好了。好。啊，我冷的不是花洗。超冷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昨天刚新。新买的墨镜。新买的墨镜。今天就要戴。给他看一遍 ，Oh my god！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是 ，Oh my god！ 先 OOTD， 国际名模吧。然后拍了现在150公分。
哇，这背影，这背影是要行机场的哦。OK， 啊，我们现在两个就是要先来避难。真的是。多呢？哎，不，星巴克啦。Google。这个时候就是要 Google。一直晒太阳。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台东真的要开车来。慎选，不要跟我们一样恐空，来搭火车来车，搭火车来再接摩托车，然后早上还完车 ，OK， 现在我们两个要晒死了。马上都要出去啊 ！Oh my god， 把身体得亏。不行，太热。好了，真的来台中要开车。而且开车你们可以去很多其他的地方，如果不能不会开车的话，你们就只能在这附近。没啥，比较没啥，就是基本日常会看到的店这里都有了。然后来这里就会想念高雄，真的方便很多啊。好了，就等这样。对 ，OK， 星巴克见喽。拜。到铁花村旁边的这一间星巴克，开多久？OK， 你们好像不能拍手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就进去了，拜。来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走去的东岛。对，什么食堂忘记了。Amber 找一间什么乌龙？乌龙什么鬼的？等一下到了再拍给你们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徒步行走，真的在台东千万不要徒步行走，真的很热。记得租车，我们是因为我们租车时间到了还车了，所以没车了。对啊，不然真的是不要走，恁会拍死。是的。OK， 我们到再给你们看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这间叫乌龙院美食咖啡馆，然后。因为里面的很多的关系，所以很吵，所以我们只能讲话很小声。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叫完了，就是这我们两个叫了一个，Amber 叫土托鱼套餐，然后我叫麻辣火锅牛肉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间的菜单，它的菜单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就跟平常外面的简餐差不多，然后价格也还行，还能吃，就是尚可啊。等一下等餐点来之后，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吃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装潢。就是一般餐厅的感觉，没什么。OK， 火锅来了，都已经吃了一点，我才记得我忘记我没有拍。我点的这个是麻辣火锅，吃起来还不错吃，会来吃吃看。然后 Amber 是土托鱼套餐，啊，土托也是蛮多块的，应该也是蛮好吃的啦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对。Hello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回程回高雄吗？准备要搭火车了。OK， 两圈有够累啊！就 Amy 终于归队啊，很开心 ，very happy。啊，我两个天干要死，我们准备要回家补眠了。好啦，啊，喜欢这支影片的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，下一部影片见，再见，拜拜。